你说他们排挤我，他们应该是要很需要我吧？不会吧？你干嘛要打击我？大家好，我是修杰楷，很开心今天可以见证历史的一刻。就是，我自己平常是个咖啡非常热爱的，就是它对我来说，其实它是我每天必须一定要喝的一项饮品。我可以不喝水，但不能不喝咖啡。我从小的志愿就是要当一个手冲咖啡师。太夸张，这个太夸张了，怎么可能？今天用电话来一个玲珑 Vino。对，他只能用匕首画。你猜他要什么？我猜你想要厕所在这边，只要他想一个抱抱。他想要吗？有这个服务，我也要排队，帮我享受。独处时光的时候，我是需要咖啡陪伴。我个人是好奇，你没有独处的时光可言吗？所以我很珍惜那一杯咖啡的时间。你说独处只有一杯，男人只剩下一杯咖啡的时间可以跟自己对话。对啊。然后喝完就是。所以你知道它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吗？刚刚有说到胆子在三小。嗯。那会不会当初再大一点的话，可能就被排挤？怎么会？你说他们排挤我，他们应该是要很需要我吧？对啊，你说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吗？可是其实没有。我觉得那只是照片上很开心，因为他们跟我说电话的时候，还有说很想我。对。还是只是应付。不会吧？你干嘛要打击我？我们为了去网友们看到蒋劲嗯。我一直都很支持他的表现啊，就是他所有的。演出啊，各方面，其实我每一集都有看，然后也都给予很高度的评价。我自己都觉得我对他还蛮有信心的，不管有没有得奖，但我觉得至少他受到很多人的肯定。我是跟他讲，我说你第一集我觉得太好看了，太夸张了。他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谢谢。我说尤其是你骂老公那一段，我说你怎么可以演得那么好？开玩笑，我只是想要用一种别的方式给他鼓励。我觉得他让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同时也要很感谢我，就是他演的一点都不像蒋劲，就他完全没有自己的影子在宋乔恩的身上，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可以完全的。忘记自己的真实人生，去体会一个剧中的角色，这是我自己看到他的部分，所以他要感谢我，因为我把家里顾得很好。你说他要感谢？当然啦、啊，我把小孩顾得那么好，没有打电话跟他说，那个奶粉不够，我回来记得买一下。对，就让他无后顾。对啊。好，